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三爷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继续来玩这个秘密邻居，这次用这个半球女孩，是女孩还是男孩啊？女孩吧。它有两个技能 ，Q 技能的话是可以击飞物品的半球 ，R 技能的话就是我们用物品击中邻居三次之后能获得这个能力，在被屠夫抓住的情况下。在被屠夫抓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摆脱屠夫。对，这人肯定有问题，一直跟着我。你不要跟着我啊！你只要跟着我，我就觉得有问题。来，别跑！哎呀，哎，哎，哎。哦，这个是屠夫，我搞错啦！哎，我还以为另外一个半球男还是屠夫呢。啊，这次我们居然是屠夫啊！我觉得屠夫想赢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。那么作为一名屠夫嘛，那最简单的就是跟着人走就好了，跟着人走，然后抓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感觉玩屠夫比玩小孩子简单多了。好的，然后去拿两个南瓜，有钥匙，看到没有？一号，我觉得倒是无所谓啊，有没有卡片对我来说的话，反正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找到这些小孩子。你看，又是一个卡片。他们不开门的话，我觉得也不是件坏事。不开门的情况下，他们也去不到哪里，对不对？哎，没东西了。你看，如果有一号钥匙了，我就可以从这里，对吧？从这里出去，但是没有就算了。哎，又是一个钥匙，假装开过。哎，对。跟着原路返回，我只抓到一个。那么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已经被人收过了啊。这边肯定门被开了啊！这些小孩子去哪里了？听到脚步声，听到脚步声啊！抓起来 ，yes， 他居然不扔我，哈哈，上钩了吧？上钩了吧？来，来，哎，没抓到，哎，别想跑啊！两个人，两个人就算了，哼，我有棍子，来啊！来啊，刚好测试一下我这个技能。哎，刚好测试一下我这个技能，刚好测试一下我这个技能。伪装，伪装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抓起来，哈哈，让你们分开啊 ！Yes。你这个啊，这招好啊，伪装这招，一伪装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哼，只管往前跑。另外一个小男孩呢，在这边吗？诶，在收东西，听到柜子的声音，听到柜子的声音了，应该跑不远，把它封住。把这个堵住，让你们看你们怎么进来。我要用这个探测一下，看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找半天啊，让我来上面，就在上面，就在上面。哎，找到你了，在里面，在这里面。哦，在这里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，
啊啊！抓起来 ！Yes， 我就说怎么这动静这么明显，感觉是在上面。好的，哈哈，我就说嘛，玩屠夫真的超简单的，胜利加五这么多、啊，抓到玩家加20，胜利加50还行啊。你看这游戏的话其实不怎么友好，你看掉线了两个，可恶的屠夫啊！啊，我觉得这角色不太适合我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这个锤子就是给我是摆设的，真的是。也不是我说了，真的是有点摆设。那屠夫扔了我那么多下，我一下都没反击到，也不是说没有反击到，基本上没去用这个技能，可恶。嗯，小心一点，最怕等一下来一个人。好的，开两扇一号门，这边的话最好还是能关一下。哎，小心一下啊！嗯，有一把，哈哈，拿到一把。哎，这几号？二号，开起来，去开起来，去开一下，把这个给我堵了。二号，哇，好的二号哦。啊、哦，好多啊！等一下，咦，有人在敲门。二号，有人被抓了，可恶！我要回到刚刚那地方。那刚刚怎么走来着？二号可以开一个门，先开一个先。啊，对。哦，又被抓到一个了。可恶啊！哇，被抓了两个了吧？嗯，而且我的技能没有触发，我得触发我的技能，这样的话就好办一点了。咦，又找到一把了。哎呀，小心一点！又找到一把喽！等一下，有枪。等一下，谁跟着我，我就直接。不客气，诶，全体加速，我这次不跟你客气，我跟你说，我去开一下门，先去，呀呀，小心一点，啊哦，好人，好人，是个好人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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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家伙，跟着我。怎么走来着？来来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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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对，快点，跟着我。刚刚这边的话，好的，这是个好人 ，yes。嗯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边应该刚刚遗漏了，这里哦，对，这上面吧，这上面啊、钥匙。哎哎，拿拿拿，对对对，拿钥匙拿钥匙，对对对对，走啊，去开门。哦，这边没收过，收一下。哦，找到了。好的，哎，他回去开门了，不行，你得跟我走一起啊，你得跟我走一起，可恶啊，说你得跟我走一起的啦，哎，啊，剩下最后的一把蓝色钥匙，我只要找到这把蓝色钥匙，我就可以通关了。快点，蓝色钥匙！啊，可恶！他发现我了！妈的，他开了那个技能了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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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快一点，不要走寻常路啊！
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吧？蓝色钥匙在哪里？得找到一把蓝色钥匙。啊，这里被关起来了，应该是那屠夫在搞的鬼。小心一点啊，圈长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吧？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快点找二号钥匙哦。嗯，哎，可恶啊，这样都被抓到啊！我应该是最后一个人了，只剩下最后一把蓝色钥匙了。嗯，刚刚那个人应该跟着我一起走的，或者我跟着他一起走，两个人的话会有保障一点，最起码赢的可能性，赢的概率比较高一点啊。他一个人落单了，我有枪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秘密邻居就先玩到这样。那么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一波关注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哇，四个都是勇者。